是我的问题吗？还是其他人也会这样吗？那怎么办？那我现在怎么办？那我现在怎么办？我现在要怎么办？等一下哦，等一下哦。所以我现在怎么办？我看得到，我看得到啦。那我就，我这样好孤单哦，好孤单。我现在这样很尴尬，你知道吗？我现在就是一个尴尬到炸掉。我可以问一下其他成员都怎么解决这问题吗？要重开吗？嗯，我看不到你们的留言，我好孤独哦，我是孤独的小孩。就我看来，我都不知道大家讲什么。重开吗？哎，有其他成员这样过吗？有吗？有吗？回答我，回答。啊，讨厌你！我重开一下好了，我重开好了，我重开，拜拜，我重新开哦，拜拜哦，要进来哦，拜拜。拜拜，在旅馆哦。我现在只能用道具组的手机，我心好累哦。换手机哦，我心好累。哇！不然我就先用道具组手机看嘛，只能先这样吧。没关系，我还是可以看得到你们人，只是我很尴尬而已。我现在就是一个超级尴尬，尴尬到炸掉，还是看不到，我真的很尴尬。你有带平板吗？那播音乐，不然我超尴尬的，我就是一个尴尬的人。随便啊，先这样，我先尴尬一天，我先尴尬一天。我真的很难过，我现在看得到两个我，我现在看到两个我。Hello， 我现在真的超尴尬，没有关系，我们也是可以自嗨一下。我真的不想要，你现在趁乱告白，我还是看得到啊。嗯嗯。我还是看不到，就算有那个跳过去，我也看不到。就是我现在就是下面那个整个是空的。我用这个啊，这里还有一台手机。飘起来我也看不到，飘起来我也看不到，我是整个这边都是空的，我就是看不到。我心好累，心好痛。我是一个尬丁。我是尬丁，我们今天是一日尬丁，请大家多多见谅。一日尬丁，一日尬丁哦。好啦，就这样吧。我看得到啦，他在帮我播音乐中。什么？什么？我就只能透过道具组的手机，然后看大家的留言。Hello， 我现在真的很尬。耶、yeah, ，大家见面会都会来吗？要来哦，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开心。我跟你讲，这个那个什么见面会真的是非常厉害。什么韩寒的怨念？但我今天绑刷马尾是不是卡哇伊？卡哇伊，卡哇伊，卡哇伊。我也不想要这样子。大家都要来，我跟你们讲，没有来你们会觉得
天哪、啊，我为什么没有去？你会很后悔，你会捶心肝啊！为什么我没有去？真的、哦？啊？为什么 S 只能去 A 场？你们要来 B 场，要来看一下布丁，布丁，来看一下布丁。谢谢啊 ，Kira 送的圣诞袜。为什么圣诞袜后面要一个问号？不会后悔，真的。你就算在最后一排，你也不会后悔。反正你就是要来就对了，就是要来，要来，你就是要来，然后就不会后悔。你没来就是会后悔，就是后悔，后悔，后悔。认真。想问什么？啥？你不是要播音乐吗？哦，对，那天是那个，那天是补班、补上班、上课的日子，但是你们还是要来。什么卖票的时间已经结束？还没吧？卖票结束了吗？还没吧？哦，哦，我看一下，哦哦哦，好 ，OK。啊，等一下 ，OK， 好，补元旦1月1号，所以1月1号就可以放假。1月1号那天有布丁的直播，1月1号，2020的第一天来跟布丁一起过吧。还有圣诞节，圣诞节也有布丁的直播，圣诞节跟元旦都来跟布丁一起过吧。什么啦？什么二起身？21号，我突然出现，我突然出现字了，真的，好开心哦！哦哇哦，哦哇哦，真是太令人开心了。他突然修复了，但是他又不动了。他出现，然后又不动了，好，算了，回来。他出现了，然后就不动了。他出现，然后不动了。OK， 谢谢谢谢米嫂送的 love， 然后他就出现那一段，然后就不动了。唉，没关系，我们已经准备好要继续尬下去了。你今天就是尬丁。唉，没关系，我们要保持愉悦的心情。你的音乐到底是要出来了没？你音乐播着它，你也可以做其他事啊。你找很久哦。谢谢怀怀送的人气卡。放念不念梦念。刚好都在周三，所以刚好都有布丁直播。哎，他动了！他动了！他动了！不要再停了！他动了！他动了，然后又不动，他动了，他动了，小声一点好了，他动了，但是又不动了，他动了，又不动了，他又停了，他又停了啦 ，OK OK， 他就是突然给我一个惊喜。然后再让我失望，没有关系，很好。唉，就先这样吧。他现在又不动了。OK OK OK， 你知道为什么我反应那么激烈？因为他会不会动决定我尬不尬。他现在让我很尬。什么叫尬丁存在有跟没有之间 ？No No No 要跳起来啊！我现在没有心情跳 No No No。难过。哦，对，圣诞节生血已经开始开，已经开始卖喽！大家赶快去买哦，可以看到成员穿着二单的可爱制服，然后还有圣诞树，美哦，赞哦！布灵布灵，什么？我有不干？哎，他要动了，算了，我不想要知道他动不动了，随便。我现在看到最下面的留言是爱死写初次见面，这是多久以前吗？好像很久了，是吗？对，是很久了。
我现在就停在 S 的初始点。哎、欸，又让 Life No No No， 还有负责处理留言的问题，什么塞车，那他就是慢很多，他就是一个慢到爆炸。反正你们就是要记得买生鞋，要记得指定布丁，不指定你就会被布丁看布丁。唉，算了，就这样吧。你们就 ，Hello 道具组，欢迎回来。这什么？鸡蛋糕。鸡蛋糕，哇！对不起，有点嗨，我太久没有吃鸡蛋糕。我们今天的直播就来开吃鸡蛋糕好了，开心哦。怎么那么开心啊？怎么那么开心？太开心了！我们今天吃鸡蛋糕，谢谢奇月，谢谢奇月送人气泡泡。对啊，我现在需要多一台手机。哎、欸，我们今天吃鸡蛋糕，大家组好开心啊！我前几天看到鸡蛋糕，刚好想吃，可是我没有买。耶、yeah! ！谢谢大家指定，谢谢。哎、欸，我 每次就是那个鸡蛋糕，不是都会有那个什么，就是卡通图案。可是我没有看过布丁狗的，就是除了那个之前布，就是那个板墙那个人形勺之外，我都没有看过布丁狗的鸡蛋糕。恳求鸡蛋糕的摊商们赶快出一个，就是布丁狗的模，然后我一定会买。什么道具组没去？什么？什么？你们刚讲什么？我认真的看了一下，好的，不会啊。可是你知道我现在的里面，就是我来开箱一下我的鸡蛋糕。你看这，哎呦，这是什么啊？这是大眼蛙，然后里面有一个 Hello Kitty 吗？这到底是什么？随便吃就对了，好开心哦，好好吃哦。可是我想要看到布丁狗。哦 ，Hello 小千，我是还没加，但是他昨天又跟我讲，他要多加一个什么东西，所以我要再去买那个东西，然后再寄。没关系啦，是美乐蒂吗？有点像啊。哎，它原来已经出现到眼睛好吃吗？可是到后面就没了。反正我现在就是想吃，所以管它是眼睛还是什么。然后现在人又停在眼睛好吃吗？又不动，好好吃啊！为什么又没有音乐？反正我就是想吃，我需要 music。觉得开心。哦，下一个，猜猜下一个是谁？猜猜下一位，猜猜下一位是谁？猜下一位是谁？不是 ASMR， 不是大眼蛙。哦，好厉害哦！你们是有偷看到哦？哇塞，你们也太厉害了吧！你们也太强了吧！你们怎么那么强？太强了，居然猜到了！你们居然猜到了！好，答案就是哆啦 A 梦。那我们一样把它吃掉吧。没有眼睛的哆啦 A 梦。对，它有点扁，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好好吃就对了。先吃他的脚吗？没有，应该没有胖虎吧？只有看过哆啦 A 梦。
什么晋级的布丁，然后不是吃人。这是晚餐吗？应该不算吧，就是我也不知道。其实我好像也没有很饿，我今天没有吃午餐，我只喝了一杯那个四季春加这波爷，我就饱，我就没有吃午餐了。然后就这样，就到现在吃鸡蛋糕，好像有点不太健康，没有关系。什么布丁果跟马粪甜甜圈哪里有？我不会饿，还好。就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很饿。你要猜下一位是？你要吃哦？你要猜下一位是谁吗？呜、哦，这是什么？这什么东西？粘在一起了。哇，这，这什么啊？对不起，我不健康。你们猜下一个是谁？哦，好强哦！为什么大家都猜得到啊？长得不像皮卡。我今天是点去冰微糖。哦，好吧 ，QQ， 我想要在台湾看到那个，他只是长得有点不像而已，随便啦。没有布丁狗，就不对。你吃过？这鸡蛋糕好像也只有这几种款式。这皮卡丘很不像皮卡丘。反正就吃就对了。很不皮的卡。很不皮的卡丘是什么？哎、欸，我的留言动到很不皮的卡丘了，太开心了。鸡蛋糕大部分都有图案吧？嗯，不想喝咖啡，算了，还是喝水好了。大家吃鸡蛋糕都会配什么？还是就直接吃啊？对，今天是童年崩坏，上一次是童年怀旧，这是童年崩坏。我要喝水飞。又不是我说的，很不卡的皮丘是什么？啊，你会吃？你会配老人茶？你们要猜猜下一位谁吗？可是下一位他的。你为什么不 SS baby？ 他的脸有点怪怪的，猜一下，他的特征我穿，就是他的脸就是怪怪的，不是史努比。谁是 Hello 凯蒂？SS baby。还没有人猜对。哦，对，我还没有po那个影片。我刚刚po，你知道，我刚刚打算要po，可是他一直跟我讲说，就是只能po一分钟。然后我的那个就刚好一分零二秒，然后我又不知道怎么弄，所以我就还没有po。有人可以教一下吗？没有，还是没有人猜对。对，是会。哎，我画的很好，而且我还帮那个影片做一个很棒的封面。还是没有人猜的，可是 IGTV 我不太会用，我没有用过哎、欸。对啊，我是觉得第二段两秒就很奇怪，就很讨厌。
不是，就是他剪辑，反正我就弄一弄，还是不知道怎么弄，我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很问号，就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怎样。分成两段就变成我一段只有两秒，哎，就还是我要把它切成30跟32。我可以给你们那个，非常给你们看他的封面，我那个封面制作的非常用心，就是一个非常用心的封面。我帮他做了一个很可爱的封面，你们一定会觉得这个很棒。你们在喂布丁的，你们都会惊艳就对了。来找一下他的封面，在哪里呢？哦，找到了。等一下哦 ，S S Baby。哎呦，怎么跑不见了？等一下哦。有吗？看不太到。哎，我还没有弄，你就好好看。是为什么显示不出来？是不是显示不出来？还是我亮度要调暗一点？还是？看得到吗？算了，反正你们等下就看得到了。Ice Baby 哦，然后刚刚的鸡蛋糕是很不美乐蒂的美乐蒂，你要吃，好，你想吃美乐蒂哦，好吧，那我吃下一个。这什么？好可怜，最后一个大家猜一下，最后一个大家开猜一下，不是思雅是87，快点你们猜一下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就是他很就是经典，然后只是他现在有点变形，有点可怜。快点，你们刚刚不是很会猜？快点猜，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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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中，就是那个，就是最经典的，最经典的，就是三丽鸥啦，三丽鸥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三丽鸥的那位传奇人物，三丽鸥的招牌，三丽鸥的招牌，三丽鸥的招牌。对啦 ，Hello Kitty， 先给你看他有点，随便把它吃掉就对了，反正吃下去就长一样。他直接变形，还是很好吃哎！大家赶快去买鸡蛋糕，赶快，很好吃。还是真的长这样啊，我有什么办法？可以吃一下嘛，很好吃哎。好，完食。完食鸡蛋糕，完食不是那个完食，完成食用，完食新竹好远哦，
出发。喝点水，等我一下。好吃，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买个，大家可以去买个鸡蛋糕，因为我觉得好好吃。大家可以去买鸡蛋糕，是哦，会很赞哦。我有一颗茶叶蛋，我觉得我现在吃不下了。当剧组，你要不要吃茶叶蛋？可是是道具组为我买的。你为什么要数我？我讲几次啊？你为什么那么 care？ 玩十，玩十，你才发现就是我后面都没有固定过。哎，它掉了。玩十，玩，哦，可以 ，OK， 算了。对啊，可是我现在很饱哎，应该后退点。Ice， 为什么道具53号一直播这首歌？他喜欢 Ice 吗？你干嘛做一个奇怪的表情？你想表示什么？好啦，换一个。胃胀气没有啊？谢谢大家送的真情告白，哪有奇怪的抖动？你在讲小心，你等下要听的手喽。心中的生活，你不要播，拜托，不要，拜托 ，no。我换一首歌啊，不要一直爱死，爱死耳朵很痒。我们今天的那个歌单就交给 ，OK。试穿哦，好好笑！他就是三号开了两个试穿，不理不理 ，no no no， 耶耶 ，no no no， 耶耶，嗯，不理不理。出场曲哦，你知道道具组的出场曲什么 ？Final count 什么 countdown，Final countdown 有没有很标准？他要出场？没有，他没有出场，只是播一下。刚刚谁说要听啊？空白想听 Final countdown， 要站起来跳？不要，我不想站起来，有点累。Hello， 佳颖，哟吼！哎呦，哟吼！两个天使，对啊，瑞晴现在在直播。哟吼，哟吼，大家不是大家，哟噜噜，哟噜噜，有啊，有吧，有啦，不用担心 ，no no no。No no no， 为什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会念啊？随便啦，随便，只要会唱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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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布丁粉，布丁粉，你找不到、哦，是，你是不是不会拼？好笑、喔。哦，那你找到了没？跑不动。哦，对不起哦，真是对不起。
波及的出场曲而已。你平常都是布丁过火啊？怎么尬起来？尬什么？尬舞？来呀、啊！嘿嘿嘿！先不要把话讲的，这不是，这是设计，这是设计，不是袖口破了，袖口破也太悲哀，有人袖口会这样破吗？这是设计，不是运动服，它只是这里有一条就是运动服。是在哈喽，他不是他跳舞，他跳舞的等级在这里，唱歌的等级在这里，满分在这里啊，不是应该说满分在这里，唱歌在这里，跳舞在这里，这样不是运动风啊。他也不是日文担当啊，他的日文在这里，或这样，他在这里、啊，大概这样。什么布丁比满分高？对，我比满分高，满分在这里，就是唱歌、日文，日文在这里，然后跳舞。没有，布丁的日文在。差不多这里，然后跳舞在这里，唱歌在这里，还有什么？还有个什么？我刚讲还有个什么？我忘了。道具组又不是阿美族。哦，布丁的数学，布丁的数学在那里，那里哦。幽默在。那里大概这样，在下面哦，地板。数学在地板。可我觉得，就是唱歌跟跳舞比较喜欢跳，唱歌就还好。但是，然后给一个道具组三号的评价好了。道具组三号的唱歌在这里，跳舞在。这里，日文在这里，对，这样，日文，还有个什么？我刚是讲四个，随便啊，就讲。我刚还有讲什么？超低，超级低，已经低到比地板还低。我现在在六楼，大概在一楼的高度。我什么翘课？我没有翘课啊。这什么歌啊 ？Carry。三号唱歌是很好听的，我有遗传到他的好歌喉，谢谢。外貌评分在，如果外貌评分布丁在这里的话，道具组三号大概在这里。只是我已经集结了所有，就是道具组一号跟三号的所有的颜值，这样讲好像有点。太那个算了，还是先不要这样好了，先不要 ，no，
什么？我没有一起 diss， 我只是说我把他们最优良的基因都集在我的手里。嗯哼，什么全国吗？没有，是真的啊，是真的吧？我集结了你们最好的基因，请点头，请点头，谢谢，请点头，不要这样子啦。哦，我跟你们讲一个好笑的事。哦，我最近有很多好笑的事情要讲，只是我一直忘记。就是前几天我就，哦，鼻子好痒。前几天我就在家，然后我已经回家很久了，然后那个什么，道具组三号就说，哎，你今天很可爱，就是你今天好可爱哦，然后我就说我有化妆，然后他就说你有化妆哦，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布丁的素颜跟化妆差不多哦，都一样可爱。嗯，没事。然后我上次有一个啦，我上次跟子娟视讯，我们拍了一张很好笑的照片。然后，可是他现在不在这，我下次再拿给大家看，那个照片好笑，大家敬请期待。不是，意思就是化妆跟没化妆都看不出来，对。没有，他平常也有说我可爱，他说我今天超可爱，因为而且我在讲什么？而且我那天绑马尾，他觉得我绑马尾很可爱，他觉得我绑马尾就会瞬间减五岁，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噔噔噔噔噔，什么？这是代表素颜跟化妆差不多，好不好？这真的没有什么差别。真的没有不会差到认不出来啦。18岁左右，大单马尾，单马尾。好了，我下次再绑单马尾。我为什么要想象10年后的自己看现在什么意思？对，今天是双倍可爱，今天有两个马尾，双马尾，双倍的可爱。哦，我今天那个道具组三号有说我很可爱，赞哦。哎，对了，突然想到一件事情，今天手豪哥又不来了，他怎么又不来了？是啊，哈喽。对，一号没有说，没有关系，我可以理解他的心意。要没有音乐 ，I need a music. Okay. 好吧。嘿，哎呦，你在看什么？没有，好像你有说过我不可爱吗？有，什么时候？不听话。不听话的时候，我不听话吗？会吗？嗯？没有。No， 唢呐版的盲种是什么啦？讨伐赤明龙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布丁很听话吧？零赞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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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嘿！
我昨天吃了一个很好吃的草莓蛋糕，我想要推，哪有没有差点推，我想要推荐给大家，我昨天吃的很好吃的草莓蛋糕是什么？和泉村，它的草莓蛋糕超好吃，因为昨天是阿嬷生日，然后阿伯就买了一个超好吃的草莓蛋糕，真是太开心了，昨天真的很开心。对，爸妈很开明，有拍照给你看，超好吃的。你有拍照吗？你有拍吗？你好像没有单独拍蛋糕，好吧，算了，反正就超好吃啦。和泉村，大家有听过吗？它的那个草莓蛋糕是，它是整圈都是草莓。它的外围都有一层，整圈都是草莓，然后上面又放了一堆草莓，然后它的鲜奶油是香草，是吗？香草，它是香草的那种鲜奶油，就是跟那种一般的蛋糕店比，就是超好吃，就是那种都不会腻，还有我一直吃。可是阿嬷生日，我当然要吃一下生日蛋糕啊。嗯。就跟子萱生日我要吃蛋糕是一样的道理。什么哪个盒？为什么要削皮去？草莓为什么要削皮去？哦，盒，对对对，对对对对。可是重点要我认识的、啊，就是荷兰。荷兰，我觉得超好吃的。对啦，反正就是超好吃。那是我第一次吃那家的蛋糕，第一次吃给他，9.5分，满分10分，9.5分，强力推荐，超好吃的，就是。它的价格应该也跟一般那种蛋糕店的蛋糕差不多吧，但是反正就是超好吃，我生日的时候要再吃一次那个蛋糕，反正它就是超级好吃，超级好吃，对，超高分的，多少？好像550，5.6寸。好，喝水。就是那种平常蛋糕店的蛋糕，不是都在鲜奶油，都很容易吃腻。就是你顶多就只能就是吃一块，你就觉得已经够腻了。可是那个它的鲜奶油是不会腻，因为它是。香草的鲜奶油，就是让你吃起来觉得很清爽，不油腻哦。然后又搭配新鲜的草莓，酸酸甜甜的，然后铺满整个蛋糕，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幸福。对，我生日都快到了，耶、yeah! ！耶、yeah! ！我觉得不行哎，我觉得。一般蛋糕店的蛋糕，我顶多吃一块就不行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生日是428，哎，网络不稳，为什么？你们有卡吗？是哦，好吧。对，鲜奶油那个。就是平常蛋糕店那个真的 no no no， 那个真的 no no no。啊，是哦，我刚刚这台手机直接卡。I want you, I need you, I love you。大玉主应该没有在看影片吧？吧。啦啦啦啦啦啦啦。I need you, I love you。对啊，就是那种普通的奶油。
所以我非常强力推荐。应该会吧，还有圣诞节也要吃大餐。圣诞节要吃什么？你想要吃什么呢？圣诞节大餐，想要吃牛排，或是吃那个好了，烧肉。哦，对哦，哦，谢谢你提醒。就是我最近发生很多事情，可是我刚刚一直忘记，所以倒计时三号他提醒了我，所以我现在要来跟大家说一些最近发生的趣事。趣事，让我回想一下。好，差不多了。可以啊，可以啦。好，我要讲趣事了，就是哦 ，OK， 我觉得我还不错，我觉得我设计还不错，敬请期待哦。我要来讲趣事。就是有一天，当布丁走出校门，就跟同学打闹正开心的时候，这个人他就走过来，他就说：“请问一下。”然后我就回头，然后他就跟我说：“可以跟你要 IG 吗？”于是布丁就惊讶的向后退，好，我没有向后退。真的是，他是一个男大学生，他是一个男大学生，然后我就惊讶的说然后后来我就给他那个了，我就给他我的。那个我的对 AKB 的 IG， 我就给他普里 AKB 播电听 TP， 哎怎么了？没电了、哦，我就给他普里 AKB 播电听 TP， 耶，成功增加一个粉丝。OK， 然后我就赶快跑走了，然后我就跑了，超可怕。我是觉得我在后面是觉得有点可怕，我还是回头看他有没有跟踪我，幸好没有，好可怕、哦，有点可怕。然后除了这个，然后就在发生这件事情的隔天，就是当布丁坐着公车要回家，然后我就坐着着，然后原本我同学就坐我旁边，可是后来他就先下车，然后就有一个年约至少80吧的一个老先生，他就来坐我旁边，然后一开始都没有怎样，我就继续滑着我的手机，然后开心的滑手机，然后突然呢，那位老先生呢就请我就是把空调打开，他就说就是那边有人在咳嗽，他就说把空调打开，不然什么咳嗽飞沫传来，他还跟我讲什么悬浮微，你知道他就跟我说你知道就是什么感冒怎么病毒什么怎么传染的吗？他说什么飞沫啊什么，因为其实他讲话很小声，我也没有听懂他到底在讲什么。反正他就叫我打开空调，然后他就说那个什么咳嗽真的是很没有什么公德心之类。他说就是他说是垃圾，他说在他说公共场合打咳嗽的是垃圾，然后我就啊什么然后他说看他是女生就不骂他说如果今天是一个男生他就会站起来破口大骂，真是非常奇怪的，不是奇怪，就是非常特殊的有的特殊礼节的老先生呢。然后之后呢，就是讲完这个他又开始继续滔滔不绝跟我分享，他就突然就开始跟我讲英文，他就讲了一句英文，然后因为他讲得很小声，我没听懂他讲什么，然后我就说我就跟他讲我听不懂他讲什么，然后他就说
那你不是高中生吗？就因为他就看着我一脸可爱高中生样，那你不是高中生，英文这么简单也不会。嗯，我是不是被老先生嘲笑英文了呢？哇，超难过，你知道我的心直接被暴击哦。对不起，我就是不会英文，怎样啦？奇怪，我很难过，我被嘲笑了。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讲英文，他就说：“哦，你知道我那什么，我那时候怎么背英文的吗？都靠拼音。”然后他还把那个什么单字拆解，说：“你要是这样怎么念吗？你要怎么念吗？”然后就一直非常滔滔不绝的分享他的英文经验。嗯，然后。他就很开心。什么？我不能这样自己这样说吗？他就一直这样滔滔不绝的讲，对。然后，哎，我这是英文有及格还进步哎，干嘛这样？是这都在 hello， 他应该听不懂。然后后来他还跟我讲说什么，就是他就差不多要下车了，然后他就说他女儿买了烤鸡要给他吃。好哦，烤鸡，害我隔天的晚餐很怒吃烤鸡。哎，不对，是当天，没有，是哦，我原本就想要吃烤鸡耶，我原本那个时候我就是。他还没跟我讲话之前，我就传赖给道，就说：“哎，我等一下想要吃烤鸡。”然后我不知道他是说不定他有看我的聊天记录还是什么，说不定他有偷瞄我的手机之类的。然后说他等一下就是他女儿买的烤鸡，我不确定他是不是这样讲。反正我就是常什么，我听到他讲烤鸡两个字，还要讲什么什么爸爸很宠你，所以他是有看到我的聊天记录，知道道就总要买烤鸡给我吃的意思吗？我有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反正我就是一脸问号。然后我原本想说。我不要赶快下车，可是他最后要比我早下车，然后我就这样，哦，然后他走的时候还说拜拜的英文要怎么讲，我说他就拜拜啊，然后他就说没有，我跟你没有那么亲密，他说跟他讲什么 goodbye 什么，那他讲什么 see you， 就是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什么哦，我就被他教育了。我被他教育了 ，OK， 然后我他就下车了，不是，我不是铺梗那么久都在讲烤鸡，反正我就是回家我就怒吃烤鸡，我叫傅偏偏，哎，傅偏偏，如果在家里叫傅偏偏真的超级方便，在学校就超不方便，在学校还要。大老远跑到校门口拿，那如果在家，他还会帮你送上来，然后开心的拿烤鸡，然后马上开吃，哇！反正烤鸡很好吃，不是，是他，我原本就坐着，然后我旁边是同学，然后后来同学走，他就自己走过来坐我旁边，而且我还记得他要走过来坐的时候，他还看了附近一下，他可能就是想要就是看我是高中生，想要教育一下。他可能就是想要让我的英文变得更好，他想要教育我。OK， 谢谢。反正烤鸡好好吃哦。可是我又还没到站，而且那公车又那么小一个，我也不能去拿。而且我是坐在里面的那个，就是坐在靠窗的，所以如果我要出去也很麻烦。而且这两件事是连续两天发生，就是我昨天才刚被要 IG， 然后隔天又被老先生打话，就是我突然就有一个吸引陌生人的魔力，你有看到吗？这里有一个吸引陌生人的魔力。哎，可是我活这么久没有活得很久，我到活了这15年，这两件事都是第一次遇到，哎，这是在 Hello， 还是我以前都太边缘？可能我最近突然变得不边缘，然后大家都想要来找我搭话。我要怎么买？我买老人面具戴在那边干嘛？很好笑哎、欸！什么？你的粉丝？可是我以前都没有发生这种事情啊，就是最近上了高中，突然发生一堆事情。
就是 level up。还是因为我以前的生活圈就局限在家里附近，然后现在开始扩展我的生活圈，所以就见识到不同的人。哦，谢谢你一直点头，就见识到不同的人事物。哇，长知识的 level up， 耶、yeah ！跳脱舒适圈，嘿！哎呦，太大力，没有没有化妆。哎、欸，我真的，哎、欸、我哎、欸、没有那个什么。被要 IG 的时候有，但是被老人搭讪的时候没有。布丁 IG 就破裂 ，KB for t e t t p 啊，追起来追起来。哦、那个什么被要 IG 的时候有绑马尾，所以有绑完马尾特别可爱是吗？好哦。哦，我从边缘的墙角这样突然进入这个圈圈了，哇，我进入大家的那个圈圈了吗？不是，老人根本没有 IG 吧？他看起来就没有 IG 的感觉。我这样讲好像怪怪的，就是好，对不起，好，可能我没有绑马尾不可爱。哦，大日主一号传来一个纸条说，小时候都被记者什么？你知道，每次我常常就是去一些餐厅啊，然后就会有那种刚好就会有新闻台要报道啊什么的，然后我每次。就是看到记者，就小时候我看到记者来，我都会睁大眼睛看着他，然后用一脸你快点来采访我的，用一脸你快点来采访我的眼神看着他，然后他就会走过来采访我，好好笑，超好笑。然后我还以前看到那个看到记者，我还故意这样装得很可爱，还会故意笑一下，然后我自己还记得有，就是之前小时候就有一幕是新闻刚好拍到我，然后看我就是微笑着脸吃的东西，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刚好看到镜头，哦，好像在拍我，然后这样，很故意哦，很会哦，超会，你可以想象的感觉吗？我都好像故意笑一下哦，好好笑，好好笑哦。对，我具备偶像的能力。然后还跟你们讲一个笑话，就是小时候好像就是道具组被采访，然后他就被采访，然后那时候我在后面，然后好像就是讲一些就是有关于小孩的事还是什么，然后道具组说就是我在偷捏他，叫他不要讲坏话，就是不要说房间都很乱啊什么。都不干净什么的，我就叫他，我还他说我偷捏他，然后叫他不要讲我的坏话。对不起，我真的没有那个，我不要吞剑啦，我没有心机，我没有心机，这不是心机，什么大的？他就小时候被踩。我在后面，这是什么穿越剧？什么？我没有，我就是我也不知道。我从小就具备偶像感，房间普通，不是太乱，还好，行，还行啊，嗯，好好笑。我不要吞回纹针，会喉咙会被刺伤吧？应该还好啦，还可以啦，不用担心啦。反正我如果整理干净，大概三天又变回原来的样。大家的房间很干净吗？谁的房间很干净？东西很多，怎么干净？就是而且每次整理完，然后大概不到三天，它要变原本的样子。哪有长大还没有丢？没有，三号不会帮我打扫，我要自己打扫。什么时候开始抛去你啊？没有啊，形象不是一直都在吗？我的形象不是都还在吗？吗？它应该还存在这儿，存在这儿。还可以的啦，还可以啦。哈，我朝谐星发展了，我怎么自己都不知道？我朝谐星发展了，
哦哇哦，我这么厉害吗？我很搞笑吗？应该还好吧，就普通啊，不会太搞笑，也不会太不搞笑，就是一个 medium 的概念。在玩喝水。开心哦，代表我还有一点幽默的能力，请道具组告诉你，道具组告诉我什么？告诉我幽不幽默？道具组我幽不幽默？嗯，差我一点。哦、oh, ，还好啦，我觉得本来就比道具组略差一点，道具组就是，很邪心，道具组其实应该蛮适合当邪心。问题他对陌生人比较少话吧，好像也还好、欸，就是道具组三号一直爆料说他们以前就是约会的时候，道具组三号不道具组一号都不讲话，然后三号觉得他很 boring， 然后他现在一脸厌世脸，他现在一脸就是，我很会掌握气氛吗？そうですね。没有，他都一直说道具组以前都就是带道具组三号去公园，然后都不讲话，在 hello， 然后都在看报纸，在 hello， 不要笑，冷静。这些可以不用讲。干嘛讲啊？就实话嘛。他又带去看电影啊，虽然是二轮的。好，先这样，先不要。先不要，就先到这。所以大家要记得、哦，就是不要都不讲话。不会，不会，我还是会有鸡蛋糕吃的。华尔丁什么时候改掉气氛？什么意思？为什么华尔丁改掉气氛？而且我记得，就是道具组三号跟一号，一号跟三号随便，他们认识很久哎、欸。你们认识几年了？20年，现在20年了。他们已经认识20年了。你们只认识20年？你们不只认识20年啊？你们是20岁认识，不是？不是认识20年，是20岁认识。哦、OK。不会，他们20岁认识，这样算一下，哦，认识好久，超久哎、欸。可是有时候就是，我会成为他们沟通的桥梁，你知道吗？虽然他们已经认识20几年，可是我还是要成为他们沟通的桥梁。就有时候我跟布丁妈，好讲布丁妈比较顺啦，道具组三号好老实哦，就是我跟布丁妈就是一个眼神。确认过眼神就可以知道他在讲什么，就是有时候可能就是什么，你知道那个什么，然后就知道那个是什么，好老实，我在讲什么，反正就讲那个就知道那个是什么，然后道具组一号的人扔来的问号，你在讲什么，超好笑，不是啊，就是有时候我可能我们在讲话，然后道具组三号。我怎么会讲道具组三号？他讲了什么？然后我知道，可是道具组一号还不知道，好可怜。不是，就是他们之间有个代沟，有个沟通的代沟，就是反正就是超有默契，反正就那样啦，就是心连心，我跟道具组三号心连心。心意相通，心有灵犀一点通，反正就这样，就是这样。然后常常就会说什么，你看他还就是到日子以后还是不懂我们在讲什么。就是不然，就是有时候可能我们讲话就讲，就是只有我跟道具组三号讲一讲，然后就可能讲到什么，就是我现在讲话好烂，我现在口条好烂，你们现在应该都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反正就是我可能只跟
就是只有跟三号在讲话的时候，然后可能就会说，现在那个如果那个什么一号在，他一定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不要哭晕在厕所。对，我现在已经语无伦次了，今天有点忙，有点累，所以我就会开始老舍。也不是女生之间话题，是我懂我妈，我妈懂我。什么？你们先走，不要先走 ！No！翻译蛋糕会，我想写写看，应该会吧。是这样吗？是这样写吗？是吗？你确定？是吗？是这样吗？应该是吧。随便啦，就这样，假装会。来考我写字啊！算了，还是不要把话讲得太那个。算了，没事。哎，我写对了，开心哦。算了，我字音字形不是很好，不要考我写字。郁金香，哎，郁很难写，等一下，郁怎么写啊？让我想一下。哦，郁哦，嗯，等一下，我想一下，郁，我写不对，但是大概是长这样。就写嘉玉的玉啊？不是啦，中间什么啊？我不知道，就是大概长那样，可是我不知道中间是什么，我不知道这中间是什么，反正大概就是长这样。哎，我写对了吗？哎，我好像写对了，哎，我写对了吧？我写对了啦，厉害！来考我啊！来啊，爷爷。就大概是长那样，反正不会写郁金香，也不会对人生造成任何影响。还有押韵，丫鬟，我不知道哎，丫鬟。是哦，我写对了，这样哦，大概吧。哦，那是环是那样哦，是哦，我不会写那个字哎，我乱写的，随便啦，我没有在看那种更早的古装剧，现在都没有讲丫鬟了啊，随便 ，OK。反正这个考试不会考嘴馋哦，好难哦，不行，我好像不会写，算了，我不会写，反正就是一个食，旁边一个食物的食，然后旁边又长得很大一坨，就那样馋哦。没有，历史才是我所有科目里面最好的。哦，我考试历史最高分，然后再来是英文，然后国文地理同分，然后再来是化学、地科、数学。我的化学居然比地科，我的化学居然比数学还高，这是太神奇了。不对，我的化学居然是化学、地科、数学这三科中最多的、最高的。然后我的地科怎么会考得比化学还差呢？为什么呢？随便啦，反正你也不会写啊，你也不会写，又没关系。对啊，英文居然是第二高，然后还被老先生嘲笑，好难过。我不要读历史，我绝对不要去二类，我明明就是一类，不要叫我去二类 ，no， 什么世界的布丁？为什么是世界的布丁？我觉得我历史一直以来都是考最好的哦，然后我这次历史其实几乎也没有在裸考，就是没有非常详细的，就是我没有写，就是
我通常会想要写个笔记，但是我之前也没有写，然后可是我还是考的比我有念书的同学高，然后就他就很生气，他就说我有念，我念很辛苦，我还是考比你低，呵呵呵呵，我哪有英文高好及格，我已经在这里了那里他自己比又不是我比的，战国七雄几国，什么叫战国七雄几国，不会考这么细啦但是这不会考这么细啊，考这个有什么意义，现在你知道现在的课本就是已经不像以前都是一个时期然后一次讲完，就可能这个时期的经济然后什么政治文化什么传统那些的然后都是一次讲完，可是现在是分成假如说一个就是经济然后台湾所有时期讲完，从什么和治然后到现在战后什么的，它都是一个分类，一个主题，然后一个主题是经济，一个主题是政治，然后一个主题是文化，它是分开，然后在一个主题还分很多就是时期。没关系啦，他现在都不会考那些了，就是他最近已经变成就是一个主题式，就不跟国中不一样。美索不达米亚的河是哪几条？那个啊，什么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对，现在是大纲的那种感觉。是啊、哦。是吗？我对了吗？来考我啊！我很厉害的。我还是不要讲的太那个好了。我想要测试我的智商，就是大家考我的题目到底可以答对多少，就是我的等级到底到哪里，说不定很低。还有我们国中历史老师没有叫我们背、欸，可能不需要背吧，因为他也没有叫我们背，考试也没有考这个。可能现在。不需要背那个尼罗河会啊，为什么尼罗河不会泛滥？尼罗河就是会泛滥，然后让那个什么肥沃的土壤种植作物，随便、啊、反正就是看我有没有在读书，应该有吧，随便啊，反正你们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就好了。 I 的平方是负一，可是其实 I 我们现在就是现在还没教 I 只是我之前补习的时候，他就是暑假的时候上了一点补充而已，应该对了吧。谢谢吕冠聪的掌声鼓励，谢谢阿克亚聪的掌声鼓励，我答对了对不对？对，目前最后五个朝代，宋元明清，宋之前是什么、啊、让我想一下、哦、宋之前隋哦，不是唐宋元明清，呜呼耶耶。什么是第四权？哦，就是除了那个，除了四个权益，是那个四个权益是什么，就是那四权之外，诶、欸、不是那四权，那三权，诶、欸、等一下，不对，第四权是什么，算了，我不知道了。晨晨身高多少？他有150吗？哈？天啊！晨晨有150吗？好像还不到哎、欸，大概148吗？没有跟他求救。哦，继续长高中，倒计组三号给出的答案是晨晨继续长高中。你的神推是谁 ？No， 我的神推，我有双神推啊！这个问题不用再讨论了。真的吗？随便啦，我觉得差不多就好了，大概就是那样。啊，晨晨那么高了吗？没吧，那么夸张吗？
差不多吧。晨晨比杰星高，真假？哦，谢谢杨杰。不要再讲神推的问题了。上次不是讨论是上次神推，不要再讲了啊！不要。好像我神推自己嘛，我神推自己，神推布丁，布丁神推，神推布丁，布丁神推。哦，我真的觉得超开心哦哦！我前天跟平涵拍照，不是前天，昨天。可是他现在在我手机，可是我手机在直播。我跟平涵拍到照，耶，开心！就那天，就是我们练完舞，然后就要回家，然后刚好他也要回家，然后我们就一起走了一小段路，然后我就说：“平涵，我可以跟你拍照吗？”耶！好，可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拍的有点丑。很难过哎，那品涵是超正超美，然后我在旁边就很丑，我就像我就像品涵的丫鬟，没事。对不起对不起，哎、欸，我真的超嗨，我太嗨过嗨，而且我拍照就显我的脸超大，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嘛。你看到一组都咳嗽，就代表你们讲的不对。怎样啦？什么意见吗？我还在想，我到底要不要 po， 因为我觉得我那张好丑，可是平涵好正，可是我好丑，可是我在想，因为我那张脸好大，有点丑。我在拍照一直祈祷，拜托好看一点，然后结果我还是不好看。对啊，凸显品涵的美丽。好吧，下次再拍。就是我的脸整个是站荧幕的这边，品涵在这，我在这里。哦，对，大家再讲一次，12月21号。我们的见面会，大家一定要来哦！不来你会错过，你会觉得伤心难过、捶心肝，我脸不小吧？我脸蛮大的啊，这么大。不是才刚开麦吗？不是刚开始吗？哦，是吗？好啦，反正那你们买票了记得来，呵呵，不要忘记。就这么大，反正你们敬请期待，敬请期待，敬请期待，耶、yeah！是哦，好，对不起。什么叫当天会不会没看到布丁？什么意思？为什么会没看到布丁？没看到布丁很值得期待吗？你是这个意思吗，小千妈妈？哎，拜托，你是我妈妈，你居然不想要看到我？谢谢卡丘送的。骰骰子，好，我会，你们就尽情期待，你们就尽情期待就对了，你们就是尽情期待。什么母汤？有三行母汤，结果手哈哥还是没来。他去哪里？期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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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那就拜拜。哦，
我会记得，我会记得出现的，大家不用担心，我不一定会记得出现的，不用担心。No no no。这什么歌啊？没听过。喝水哦。哦，可是好哦，我觉得那个就是有点看不太出来，就是有点看不出来是布丁腿。还有我那天就是我那天看到的时候，我想这是我，就是你们是说会穿我的，然后我就想说这不是我的，我就看了，哎，这什么？好，我现在看懂了，我现在看懂了，对啊，对不起。可是我，你们应该要做个大布丁，放一颗大布丁。好，对不起，我看不懂日文。すみません，すみませんの。好哦 ，OK 的是。不是画那种，是画一个大布丁，不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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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哎呦，好的，想一下还有什么事情没讲，好像没了，我都讲了吧？应该还有什么？最近还发生什么事？反正我的记忆就是持续的。你说那个，嗯，干嘛跟我请款？为什么要跟我请款？画一个布丁烧饼 ？No no no！ 哦，我想要画，我想要画，哎，我突然有一个灵感，我突然有一个灵感。哦，然后我等下直播完，我 po 那个好了，我等下直播完 po 那个素慧的影片。大家要记得去按赞哦，按赞、留言、加分享。嗯，按赞、留言、加分享。再画一个图。我现在在想一个标语。按赞、留言、加分，按赞、留言、加分享，七个字。嗯，按赞、留言、加分享，感觉很适合加一句。好吧，我可以再留言讲吗？我想。No。可是那个没有小铃铛啊，那个 IG 没有小铃。看我画的，你看，no no no， 可爱吧？no no no， 突然的灵感，虽然我觉得我画的没有我想的那么好，没关系。有不小心画太小，随便啦，我觉得很棒。开启通知哦，可是这样就没有加人，按赞、留言、加分享，昂呀昂。嗯，算了，我想不到什么。嗯，按赞、留言、加分享。按赞，等一下，按赞、留言、加分享，
追踪可爱布丁奖，谢谢，按赞留言加分享，追踪可爱布丁奖耶！因为我有点懒得上色，就算了。如何？布丁奖，布丁奖啊，布丁奖，布丁奖。追踪按赞留言加分享，追踪可爱布丁酱，耶！赞吧。我在想更好的，我再想一下，先这个布丁酱，对，按赞留言加分享，追踪可爱布丁酱，耶！新的标语。好啦，我们今天的直播呢，来进入一个重要的环节。这时候我们就要聘请我们轻量级来宾，普林奖、画丁奖、画丁奖、画丁奖，对，念板环节。Hello， 综合妹妹，你为什么嗨嗨？你在跟画丁说嗨嗨吗？嗨嗨。嗨嗨。好哦。啪！布丁布丁。那个算了，你那么喜欢饼饼，他在这里啊。布丁布丁，谢谢空白送的看好你哦。那，好吧，那就给你看。好。失败了，这太困难了吧！算了。他居然跑不动。没有，那是那个道具组的手机。我的绑跑不动。好，我用这个看。第十名是综合喵喵。第九名是，我不会比九喵。第八名是七月。第七名是旅冠。反正讲了你也不知道，反正还是
是升级版的 NONONO， 今天是高档 NONONO。 好，对，升级版。好了吗？好了吗？好，我们要结束今天尴尬的直播了。OK，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喽。拜拜拜拜拜。哦，下次的直播是礼拜三，一样，7点，对啦。